爸，你不用为我搬家。不是为了你，我岁数也大了，我也想住住新房。那你干嘛不去找邵刚？找他干嘛？你是不是怕要了他的钱，将来我住不进去了？别瞎说，跟这没关系。我是为我自己将来别落在妖精手里。哎，非常六加一开始了。老师，求您了，你就把学费退给我吧，我家里真的要用钱。不行，你已经上课了。可我就上过两天课，而且学的都是我以前会的东西。按课时已经上十天了，这缺课就退钱，我们实在是受不了了。老师，老师，您帮帮忙吧。你既然不想学英语，当初你干嘛报名啊？说实话吧，这事儿我一个人也做不了主，我只能帮你去说说了。谢谢谢谢。哎，不过呀，你可能要等一阵子，校长去美国了，一个月才能回来，你只能到时候过来看看啊。你一个月？多长时间？三个月。不行不行不行！哎呀，没钱。成活那是期房。等过三个月封顶了，绝不是这个价了。我跟你说，哎呀，还有，你要是敢告诉别人，你就杀了我。知道就好。就三万，争取一年还你。三万？你一年还我？就你那点工资，你抢银行去啊？算了，这你去想办法。你看，我给你们当群众演员吗？群众演员？哎。你知道群众演员什么价码吗？还一年还我，你十年你也还不清楚。不管，你去想办法，要么给我多找点剧组，要么给我点高价。嘿，我说你强买强卖呀，是怎么？你到底借不借？啊，借！借不就得了，那么多废话。我告诉你啊，许哥哥，我要是娶不着媳妇儿，就差这三万块钱，就得你嫁给我，听见没有？做梦！什么时候给我？就这两天吧。哎，不是我说你，关键时刻，也就是我求活，你也就欺负欺负我。谁管你啊？你琢磨琢磨去啊！得了，我错了。哎呦，别！这现场让导演看见了，别哭了。哎，咱不就三万块钱吗？哎，明儿咱就当群众演来，行不行？明儿就来，行不行？啊，咱劲儿老段一块儿，咱双管齐下，拿他一双份，行不行？三万块钱甭说半年了，仨月就还了，这事包我身上。呦，别哭了。哎呦，求求你了，你这一哭，我这心都碎了。别哭了。好嘞，来喝汤喽，吃完喝完准备下一场。两个人。哎，好，抽点细点，抽点，谢谢啊。来，别急，你看，哎，那边有灯，那边暖，是吗？灯啊，抽。没困吧？得拍一宿呢。没困，哎，挺好玩的，哎。你说刚才那镜头能看见咱们吗？能看见他们，才见鬼了呢！人家拍的是背影。要是能拍上咱们该多好呢！啊，好什么好啊？俩群众演员让院人看见还不嫌丢人的呢。哎，好歹是个纪念嘛。哎，咱爷俩还没合过影呢。这还不简单？明儿没有这照相机了。刚开始，焦距知道怎么对啦？知道。一会儿自拍的时候离远点啊，别搁手上拿着，再把眼睛给晃瞎了。哎，你不帮我们拍两张啊？我到底有时间啊？看，你好，
你祖宗看见了没？伺候他还伺候不来啊？他是谁啊？他你认识的？杨欢欢呢？我不是跟你讲过吗？你好，影视圈的红人，咱们这部戏的女一号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离他远点啊。那祖宗说翻脸就翻脸，我给他化妆，手心都冒汗。刚开始。没事，反正你就跑过龙套嘛。哎，你和小段什么时候还来啊？秋虎说后天还有。啊，段少王的孙子有没有来找过你？还没有。那你有没有去找他？你不是想躲着离婚吧？朵朵，我想跟你好好谈谈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。可我们总得谈吧？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，我发短信你也不回。我要不在这儿等你，我根本就找不着你。你少把我说的跟你谈恋爱似的，行吗？我跟他分手了。我跟他分了，这下你的目的达到了。我现在看见他，就想起你跟我说的那些话。我闻着他身上的香水味，就怀疑他没洗澡。这下你满意了吗？你要觉得这儿说话不方便，你现在就跟我走。我今天找你来，是想跟你谈谈我爸。我爸现在已经彻底不理我了。我往家里打电话，他一听我事儿，他就挂了。有时干脆把电话给拔了。我想拔电话的时候，是因为你在家。他就给我打过一次电话，就是告诉我。我要再敢回家，他立马从楼上跳下去。我就想不明白他到底想要干嘛。我想，这完全是因为你。你知道吗？我妈死得早，我从小跟我爸感情一直特别好，我不想因为什么影响我跟我爸之间的关系。我知道他担心你，他不希望跟你离婚，所以我愿意给你时间。我本来不想告诉你，我跟孙秀梅已经分手了。这毕竟也不好说出口。我想让你知道，我跟你离婚，完全不是因为孙小梅，就是因为咱俩不合适。我想让你考虑考虑，多久都行，只要别让我跟我爸是现在这样就行。你也可以想想嘛，房子、钱，你可以提要求。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，
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孙秀梅究竟什么地方吸引你？咱俩能不能心平气和？我的确是想知道。风情。风情。是勾引吧？你站好了，别动！哎，乐一个！哎呀，不够，再笑大一点！哎，把碗拿下来点！哎，一、二、三，吃饭了。自拍一张啊！好，别动啊！快快快快快！干嘛呢你们？你们就丢人现眼吗？你们饭不吃了是不是？就光拍照片吃饱了是不是？哎，别弄了！我骗人家说这老段也是专业演员，你们俩才拿了一人100块钱一天，你们知不知道啊？你瞅你们俩这德行，你们哪像专业的，跟偷窥进城的似的？别闹别闹，去吃饭吧吃饭吧。等会儿，就再照两张就得了。行，求你了求你。老段，咱坐上边。快点！我下回再带你们玩，我是孙子。哎，再来一张。别拍了，再拍一张。老段，你喜庆点啊。哎，老段，各部门注意啊。咱俩有合影了，明儿就把它洗出来。哎，咱们不用过去。不用，还没开始呢。哦。老段。嗯。跟你说一事儿。什么？我这签字了。我今天签了离婚协议了，也就是说，现在我已经不是你儿媳妇了。哎，你什么表情啊？我甩掉你混蛋儿子，你要有良心，应该替我高兴才对。你不用不理他，是我要理他。我不可能跟他再好了。我想起他跟孙秀梅在一块儿，我就倒胃口。你别难受，啊！离了婚，我也才25岁嘛。来，五号灯亮了。爸，你哭了。25岁，我还有的是机会，说不定我很快就能找到一个真心喜欢我、爱我的人，就像你对我老婆婆那么好一样。这3年，我不亏，我还有了一个爸呢。我答应你，不搬走。不搬家，咱们还在一块儿。来，五号灯前面是谁呀？快走，起来，起来！还过来呀？上哪儿了？找你呢，里边，导演都急了，知道吧？来。你甭管他，你走。哎呀！跟你说吧，今儿不能迟到，千万别迟到。哪儿去了？昨儿老段晚上发烧，他也没喊我。药店一开门，早上我就出去给他买药了。发烧了，活该！让你们昨儿美，可劲儿美啊，美啊！哎，过来吧。你先别忙活了，你先给你半个小时把他脸给捯饬干净了啊！好，哎，求我，怎么才来呀？知不知道这个角色有多不容易？要不是临时换演员啊，你以为能轮上你？哎，干嘛换人啊？怀孕了，
还来演戏，被人发现了吧？兔子都不行。真的？大馅饼才落在你头上的。哎，秋虎这孙子啊，对你还真够意思，都快把你夸上天了。别美。哎，演什么呀？演小姐呀？做梦吧你！那演什么呀？交际花。哎，各部门都准备好了啊！我们是五场夜戏啊，你们大家伙儿。啊！我找你半天了，怎么是演交际花呢？这，你嚷什么呀你？嚷什么呀？交际花怎么了？交际花给钱还多呢，是不是？你就没事偷着乐去吧你！我告诉你，这活贯穿人物。啊！朋友们，就这点词儿啊，把词儿背会了啊，主要是表演勾引，听见没有？快快快！我求我，这我来不了，我你是不是请我？给我过来吧你！我告诉你啊，你瞧见没有？看那穿黄衣裳的，投资人，他可来了。知道什么叫投资人吗？就是拿钱的，你要把他惹翻了，全完蛋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儿你要给我掉链子，三万块钱你给我吐出来，以后别找我。秋虎，哎，哎，我好，快走着去。哎，来了。看明白了吗？就是说，你妹妹要上学，没钱，是吧？你呢就找这色棍借钱，你呢，你就演这色棍，你就根本就没打算帮着他。秋虎，怎么样？来，预备，八场二将一次，开始。胡老板，昨天怎么没有去百乐门听我唱歌呀？停，不行，重来。姑娘，别揪他扣子，是摸啊，啊，再风情点啊，重来啊。二次，开始。胡老板，昨天怎么没有去百乐门听我的歌？您不是说要来的吗？停，秋虎，来。大爷，你看怎么着？这是，这哪儿找的？不行啊，这哪像在百乐门喝的姑娘啊！哎，导演，您别着急啊，您别着急，我跟他说说，他就是紧张啊。您等会儿啊，哎，老大，咱是专业的。秋虎，我这真的没准备。新来的，这有什么呀？你就照着勾引那路子走啊。勾引。对呀，你别告诉我你没勾引过人吧？啊，你就小虎，哎，好了没有？哎，好，哎，马上就好了。你就当你谈恋爱了啊。这次先试一遍吧，开始。胡老板，昨天怎么没去百乐门听我唱歌呀？您不是说要来的吗？怎么突然就没来了呢？好多了啊，但是不够暧昧，再暧昧一点。换掉他吗？什么？他演不了，换掉他吗？换。公司呢还有个会，对，好，到时候再打电话。先生，请等一下。先生，先生，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刚才是太紧张了，因为我第一次演电视剧，我真的不太适应演戏的时候，旁边还站着人，还举着杆。不过我现在已经适应了，您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求您了。对不起，小姐啊，这个事儿呢我不管。里边有负责的，你可以跟他们说。我知道是您换掉我的。
我这么说呢，是因为你演不了这个角色。我不是推卸责任，我得为资金负责。对不起。哎，先生，先生，我刚才已经跟你解释了，我希望您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演好的。因为我从小就受过专业训练，我15岁就演话剧了。小姐，这跟受不受专业训练没关系，你就是演不了这个角色。对不起，我有事儿。你怎么知道我演不了？你只看我前面演了一半，你怎么知道我后面怎么演呢？不就是勾引吗？你以为勾引什么样？勾引就非得像鸡一样吗？无知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无知。要不再让秋虎去说说？我不演了，我还不稀罕演。但我少了这碗米，不吃这碗饭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他怎么知道我演不了？他见多了，他见多了只能证明他被涮了。被涮我还当自己有见识呢，让他美去。哎，怎么都拆了？不拆干嘛呀？哎，别拆别拆，导演说了啊，再试一次，纪晓东同意了。哎，谁是纪晓东？投资人呐。他们真给你签了，真让你演那个角色了？这还不算，明儿开始啊，你就是我们家的老管家了，咱俩一块露脸，高兴了吧？哎，真带着我？我真跟你一起去了。看不出来你发烧啊。好了，哎，你看我行吗？没问题，你演的是一哑巴，一句台词都没有。那行，嘿，哎，明天咱们带点什么？我买点鸭脖去。我就知道，你又把这个当成跟我出去玩了。哎，咱能别让人笑话吗？又弄得跟郊游似的。我不是怕你馋吗？那行，听你的，听你的。对了，合同吧，我直接给秋虎了，酬金正好3万。演完让他直接领钱了，咱们就算还他了啊。哎，你等等。干嘛呀？就当我提前给你房租了还不行？那也得留个字据啊，咱跟别人也好说呀。嗯，哎呦，糊锅了，我还炖着鱼呢。哎呀，老段，写错了，你写成30万了。没错儿。就是30万，这30万，等我老了动不了了，你就去找邵刚要，让他还钱。他要是不还呢，你就去告他，把房子要回来。这本来也该是他给的。几点啊？干嘛？哎，心如，清凉油带了吗？带了，带了。
哎，那一会儿拍哭戏的时候，往我眼睛底下多抹一点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看。行，好了，走了啊。嗯。哎。对不起啊。没关系。小心拿轨道！打好，一会儿激情戏，知道吧？注意激情啊！张先生，那个人怎么又来了？嗨，你管他呢，管好你自己吧！啊，他专门看这个。哎呀，各部门快点啊！哎，来来来，好了，马上就好了啊！哎，老段呢？老段来了，上哪儿去了？去了。我上个厕所。一会儿，王哥，知道吗？嗯，你好。你好。我上去以后，你就盯着他。嗯。嗯。哦。别说话。哎，注意啊，惊讶。知道。好了吗？哎，好了，马上来。好，预备。四场三镜一次。开始。王博，你怎么带我到这儿来了？我真的还要去百乐门呢。好，一条过，下一场，来下一场。四二八，来来来，快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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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注意拿呀！他怎么来了？谁啊？哎呦！不是，我不知道啊，我也刚看见。哎，老段呢？他换衣服去了。他什么时候走？不好说。看来这一时半会儿走不了。你这不又喝上茶了吗？那我怎么办啊？什么怎么办呢？你演你的戏呀，碍他什么事儿啊？你跟他都那样了，你管他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看见没有？这纪晓东可又来了。这丫要看你不顺眼，您立马滚蛋，谁也保不了你。导演没戏，我更保不了。知道，昨儿签的就是废纸，不是合同。好好干。哎，咱下边该演什么了？激情戏吧。是。干好了。嗯，好，知道了。姑娘，要记住啊，是初恋情人相见，要看见你的真情流露啊。想着纪晓东，纪晓东，3万块，3万块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是我让王博带你来的，我只想见见你。你真的要去美国吗？那应该祝贺你。可我不想走，我想和你一起走，我不能没有你。好，一条过，下一场。来，下一场，下一场。这大庭广众的，你好意思啊？你还真亲呢？我已经跟你离婚了，段少刚，你觉得你管得着吗？你以为我愿意管你啊？我是好心告诉你，用不着。好，我神经病，我多管闲事行了吧？你愿意，你让别人都看你去，看看你抱着一个不认识的人还能哭得出来？我哭得出来是因为我感动。你认识人家吗？你连人叫什么名都不知道，你感动？我感动是因为台词，因为台词比你说的像人话。这事儿你可不能怨我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是真的不知道他能来。那他来干什么？我哪知道啊？我估计啊，八成是给那个纪晓东拉广告赞助来了。那多多呢？哪知道？不知道啊！他接一电话就出去了。八成，这电话就是那孙。就是你儿子打来的。行。
行行行，我说的不是人话，我是骗子。你就敢保证你从来没骗过我吗？你说什么？说哭就能哭出来，眼泪说下来就下来，你骗我不跟玩似的。你现在才知道我是演员啊？你现在才知道我会演戏是吗？我认识你那天我就是演员。你以为我真看上你了？你以为我真因为一朵破玫瑰就感动的乱七八糟的嫁给你了？邓少刚，我逗你玩呢。你以为就孙秀梅行啊？我不跟她斗斗演技，你就真以为我把你当个宝了？我当初送你玫瑰，我是真心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感动，是因为你是求婚，不是求爱，知不知道？邓少刚，别当真哈，我逗你玩呢。剧情需要啊，值的。是假的。知道，我不是也演了吗？真倒霉，演了个三流角色，还让他看了西洋角呢。我觉得挺好的，他生气说明他在乎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在乎总比不在乎强吗？他要真不在乎，你不受刺激啊？我才用不着他在乎呢。那你是口不对心，要不然你生什么气？你生我自己的气行了吧？我觉得当演员挺好的，你别瞎琢磨，一辈子过过别人生活的日子，那也没白活呀。你看人那小女孩，不是也是演员吗？你看人过得多高兴啊！你干嘛呀？你看衣服都拽坏了。你干嘛去嘛？我吃饭去啊，我。你不在这儿吃啊？吃面条，我一见着面条我就恶心，我到外面吃一口啊。我也不喜欢吃面条。那我跟你一块儿去。你别跟我去，你叫大家等你不好。哎呀，没事，我就要去。是啊，没法不高兴。搁我也高兴啊，我能跟人家比啊？人家是明星。怎么不能比啊？我看你们都差不多大吧。岁数差不多有什么用？别的差得多了。差得多远啊？人家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人过的是有钱的日子，想有什么都有什么。你也能想有什么都有什么呀？我能有什么呀？我哪来那么多钱啊？哼，说钱呢那是借口。我活这么大岁数，我就没有听说有人觉得自己不缺钱。区别顶多是有人觉得缺一千，有人觉得缺一千万。大家都缺钱，大家就都一样。自欺欺人。你缺的就是自信，女孩子就得自信。
他不是没地儿住吗？好，我以后就不回来了。你就让他住这儿，这下你们就满意了，你们就可以爱演什么演什么了。我毕业录呢。今儿怎么没去演戏呀？不是演完了吗？那您不用带他出去见人了。不见完了吗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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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见完了。你们现代，你们比我现代，你们还是朋友啊，啊，还是哥们儿。你们不在乎从前，啊，谁是老公公，谁是儿媳妇儿，你们一块儿出去跑龙套，你们还能演。一个带着另一个跟初恋情人幽会去，你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，你们根本就不在乎我是什么感受。看来这个家我是没法回了。上海螺，好的，你拿这个。哟，老段，哎，今儿这么高兴啊？老段，哎，我看见少刚了，哦，他怎么气囊囊的就走了？生气了。哟，哎，好容易回来了，生啥气呀？小两口吵架了。哟，吵架你还这么高兴？哎，小两口吵架越吵越好。哎，老段呢？怎么好几天也没看见你了？是啊，上哪儿去了？我跟儿媳妇拍电视剧去了。拍电视剧？哎，就上海的。你演什么呀？我演老管家。呵，这下我们这帮老太太都得让你管了。哎，老段啊，你不是看上哪个老太太才高兴的吧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走了啊。哟，你瞧他乐的，瞧老段高兴的，真是老不正经。哎，多多，你这是上哪儿啊？回家。啊，回家？你还哪儿有家啊你？我告诉你，别烦我啊。哎，我不是烦你，你是不是真的跟他离婚了？你别惹我，今儿烦着呢。我还烦着呢。哦，我刚交个女朋友，前脚交了，后脚你告诉你离婚了，你这不是折腾我吗你？乔虎，你能有点正经的吗？我还不够正经啊。哎，我都快把心掏出来让你玩了。这么着行不行？哎，我跟他吹了，我正式追你，行不行？啊，多多，哎呀，多多，得，正经的，我说点正经的，行吧？不是，你们俩不都离了吗？干嘛还勾勾搭搭的呀？谁勾搭了？没勾搭，那为什么他吃醋啊？他有毛病。你就没病了？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啊！他叫你，你就去。从他走。你就没有过好脸儿？我高不高兴跟他没任何关系。你呀，就别嘴硬了。你看见没有？啊，他可正拉段少刚的广告呢。你要是给人家广告弄黄了，后果不堪设想，都赖你。
哪儿来的？买的。鱼饵得捡的，明儿我就给他做个笼子啊！你看，哎，你看这，这不是麻雀吗？哎，你不是想出去遛鸟的时候遛只麻雀吧？麻雀就麻雀，麻雀也是鸟啊。哎，我得给它找点棉花垫上。哎，这好。嗯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抠啊？你看这小动物多可怜呐，大冷天的连个窝都没有。今天先住这儿啊，明儿咱们换个好地方啊。爸，嗯，你怎么总能那么高兴啊？好像从来不会有什么事儿让你一直犯愁。嗯，就算有什么事儿，你总能转脸就忘了，说高兴就高兴了。谁说的？我说的。我觉得你就是这样。看我干嘛？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至少可以长命百岁。嗨，长命百岁不用了，只要你们好好的就行了。谁们啊？你行了吧？说不定我死的还比你早呢。赶快赔，赶快摸摸他。就不配。要是我先死，还挺好的呢。等你老了，我也不用伺候你。我先死了，最起码还有你能记得我。要是你先死，估计就没人管我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就突然觉得什么都那么没劲。哎，你多大呀你？啊，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，我才认识你老婆婆。没劲，你日子长着呢。小孩家家的心事那么多，你们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没看出来。看出来还有意思啊？我跟你说，今天没有的，没准明天就有了。我认识你老婆婆那阵儿，我哪知道将来她要嫁给我呀？有了少刚，我哪知道你将来能进我们家门啊？你好像忘了我离了婚了。忘了的哪是我呀？嗯，啊，对吧？喂，喂，喂，谁呀？还有谁呀？你们都看见了，你呀。帮理他，他那儿吃醋。要怎么说，这小两口之间一天一个样，哎，哪能天天好的像一个人似的？哎，打住啊！哪个小两口啊？我不就这么一说吗？老段，嗯，你不会又在打什么主意吧？嗯。